先是大败。你做梦又叫紫霞姑娘的名字780次，比上次多了一次。紫霞在你心目中是不是一个惊叹号，还是一个句号？你脑袋里是不是充满了问号？有一天，当你发觉你爱上一个你讨厌的人，这段感情才是最要命的。可是我怎么会爱上一个我讨厌的人呢？请你给我个理由好不好？拜托。爱一个人需要理由吗？不需要。需要吗？不需要。需要吗？不需要啊。哎，跟你研究研究，干啥都认真。你又知不知道？我一直在骗你。骗就骗吧，就像飞蛾一样，明知道会受伤，还是会自找受伤。没事儿，我操！